好啦，他无法拔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，你看啊，用嘴巴咬，他就真的超能拉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帕。我们今天干嘛？我们今天要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这是我这个是小岛黑麻干贝醇，我的是小岛泡菜干贝醇。为什么要叫醇？可能是因为它长得很像醇吧。长得很像醇吗？它这长得像醇吗？可能拿出来像醇，哎，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材质很像醇，还蛮像的、啊。醇子，很像醇嘛。在干贝里面，它有一个部位就叫做干贝醇，外面那个飘飘像蕾丝的那个部分就叫做干贝醇。哦，长知识！我们两个愚笨的人不知道，长知识，吃个零食也可以长知识啊！记得多看吃货们啊，耶、yeah. yeah. ！那你要先吃哪一个？我想先吃这个好泡菜。哎、欸，感觉像那个那种下酒菜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好香哦，还蛮香的，好香哦，有一种海味，海味是怎样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拿一杯你的酒吗？没有。可以这样吃，哎、欸，好菜啊、喔，好香啊、喔！海蜇皮那类的东西吗？它像鱿鱼丝的，闻起来，哇，想要把它咬断，其实很难咬。你看，这样咬是不会，可是要把它扯断很难扯。哎、欸，它怎么没有泡菜味啊？嗯。对，被你一说，说到重点。对啊，我就只吃到那个海味而已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鱿鱼丝。对，可是它比较硬，然后而且没有泡菜味。嗯，也不辣，可是蛮好吃的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可是这一份有点太少了，可能就拿一下韭菜嘛，一点点开胃小菜。我是你的，我的是黑麻干贝醇，它拿出来应该就是黑色黑黑的。哎。好像也还好哦，它就是有芝麻，感觉像虫虫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很像虫虫哎哦，好吃不下去了。得知是像那个的时候就不敢吃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它其实那个什么黑胡椒粒，不是黑胡椒粒，芝麻勾的蛮均匀的，就都有。嗯，哎、欸，你看那咬，那咬断了，跟橡筋一样，比橡皮筋还难咬。这芝麻味超重。嗯，什么都是芝麻味，这真的都是芝麻味啊！所以它的黑麻就是黑芝麻的意思哦。嗯，很难咬，很有嚼劲。你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少啦、啊？因为它很难咬。对啊，吃一条就咬那么久，干嘛吃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一出电视就结束了。对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这个泡菜口味。我喜欢芝麻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刚刚吃那个还是怎样，我觉得它有把那个腥味盖掉。哦、因为这个腥味太重，对，因为其实这种海鲜多少都会有点小腥味，嗯，对。然后这个黑芝麻真的没有，还蛮好吃的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找找看哦。那我们吃货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